但你这个豆腐不用扯，不用扯是绿块，按块卖。哎呦，豆腐不用扯，按块卖。咱们看一下这小环境哈，这里是崔家峪大集的豆腐哈。大家好，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了崔家峪大集，最有名的是什么呢？是酸浆豆腐。今天呢，我们再去看看那个老大娘啊，吃一下她的酸浆豆腐，感受一下山东这边的早酒文化。这小块多少钱，大娘？这是5块钱的。哦，这是5块钱的。嗯。咱这个豆腐是什么豆腐？一样的。酸浆豆腐哈。哦，这火里烫烫。这是烫烫。哦，烫烫热乎。这是一些小茶碗，小酒杯。东风就是不来了。哇。你要漂亮。这是酒。这就是喝的那个酒是吧？这就是那种散酒，看到了吗？哈，一大桶散酒。这个是腌的，这个是腌的吗？香椿。哦，香椿，这是腌的香椿。但你这个干多少年了？干了30多年了。大娘，你有60了吗？67了。我的天，快70了。你这个豆腐，大娘，你什么时候做都是？头天做还是早晨做？就是晚上早起啊。哦，早起来做。你这一天的话得卖这么几包豆腐？估计这天忙的时候得卖10好几包。哦，最多时候卖10好几包。我们那边吧，都吃那种石膏豆腐。那石膏豆腐不就吃？不好吃是吧？不应该这边好吃。哦，您那是酸浆点豆腐哈？哎，俺是酸浆点。不是那种卤水吧？不是卤水。哦，跟卤水不一样啊。卤水吃不上了。哦。好嘞。你是经常来吃豆腐吧？哎，经常来啊，经常来吃。俺是就的。哦，你是来大集上做什么的？我卖黄瓜。哦，卖黄瓜。这算是早点嘛？是。哦，早点。哎，这边早点的话是吃热豆腐啊。对呀。哎，他的豆腐好吃吧？好吃。哦，很好很好。你是经常来卖？那是我一个人吃他的。哦，经常来吃。哎。哦，有70几了。今年77了。77了。哎呦，咱这回猜对了，70多了啊啊。你是来赶集的还是来？赶集。啊，来赶集的，专门来赶集吃豆腐。哎呦，你慢慢的呀。啊，好好好，行。开始卖时候卖多少钱一块？开始最早上是怎么5块？那是多少年了？那得下去得40多年了吧？哦，40年前，几毛钱一块。哎。这是烧水专门烫豆腐的。但现在一斤豆子能出几斤酸浆豆腐？出2斤3分钟吧。2斤30两。哎，不跟石膏的出的多呀？石膏的出3斤3分斤。现在豆子多少钱斤了呢？豆子特别多，不就一分什么样的豆子？不，你做这个酸浆豆腐得用好豆子吧？得好的。不好豆子出不来这个味儿是吧？不好的都是豆腐的不好吃。哦，做出来不好吃。对呀，你来吃买豆腐吃啊？啊啊！我买豆腐吃。你是他的老客户吧？哎，哦，老客户。哦，经常来买是吧？刚来买，他豆腐怪好。哦，味道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很好。哦，很好。好，哎。哦，他的豆腐怪好。你这是一块多少钱？大娘，这是？这是啊。赚的都8块。哦，8块钱的这是哈，一大块。8块钱。哦。大娘，你的回头客得占走80%不？哎。带回家吃的，大娘。带回家吃。哦，用那个皮包。你这个包是有10来年了吗？哎，10来年了。10来年了哈。这现在这种包少了。少了。对，少了。但你想着在干几年？嗨，我这就不想干的了。还能再干10年吧。我这就干不了了，我这就不想干的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一个还用的可是有年头了哈，岁月的痕迹，这可是。哎呦，还是热的啊。哦，热的这是哈，热很热乎哈，热乎热豆腐。哦，这个是烫豆腐是吧，大娘？哎。哦，烫豆腐。倒水烫豆腐。热乎的还。哦。再弄点。我知道。哦，这是烫上的再来吃的哈。哇。其实还放过鸭，还烫熟。对。嗯。哇，近距离看一下这一块豆腐哈，好大呀！你得把这个布抽下来吧，不用抽。不
哦，不用称。哇，很有感觉啊。看了，是吧？哦，先打两边，再打中间。哦，这样分一块。干的有时候不就不标准，都是筷子两着。不，你这个够准的了，大娘。哇。生姜买的，我跟你讲干的吧哈。啊。不得了，那些里都是两着。准，你这个手法很准。哇。啊，咱就分开了。这一包豆腐分16块是吧？16块。这大爷也是来吃豆腐了哈。他这是满街好豆腐，但他这个豆腐好吃吧？好吃。哦，经常来吃是吧？哎，我讲的逢季就来吃。哎呦，逢季就来吃。嗯。这个辣椒我看着做的挺有食欲的。嗯。哎，一盆豆腐，三杯酒哈。嗯。哦。吃热豆腐，喝早酒。喝的什么样的酒的呀？北凉醇，这叫哈。哦，这种酒。两个。哦，两瓶。哎呦，你这是三个人够了吧？这两瓶。两不得够，这能再说。哦。还有。哦，还不得够，哦，还有是吧？哦。不得够。哦，都是早晨吃这个豆腐喝的。啊，对对。哦，他这个豆腐好吃吧？很好。啊，很好。倒酒。对，咱山东人说实话就是豪爽哈。嗯，没得亏吧，兄弟？他们的，你那的，哪个？哦，把酒倒满。哪个先来配的？你们这个。哇，这个好的，好。这小酒有感觉。嗯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庄司令。来，干杯了！来，哎，哇，碰个杯。哎呦，好着嘞。好酒啊！好酒，你要是放开量喝的话，这一顿能喝多少？七八两，没事儿。哦。你这是豆腐配的是酒，白酒。哦，白酒。辣椒。哦，辣椒。哦，还吃的这个。你是喝的这个酒吧？哎。哦，喝的这个。哦。在家平常我就喝。哦。你这是早晨喝几杯？喝一小杯。啊，就喝这一小杯。哦。多了也不喝，哎，穿凉鞋吧哈，啊，压压一口，肚子好受。哦，对，哦，喝口酒就是肚子好受的，好受的。哦，我20多里路跑的。哦，你这是20多里路专门来赶脚啊，专门为了吃这个豆腐。哎，哦，喝杯小酒，吃个小豆腐，嗯，咱来上这么半块哈，尝一下它这个酸浆豆腐。哎，来上这么半块就可以。一大块的话，我估计也吃不了。吃不了。嗯，这也行。行，这也行。哎呦，好着嘞，给我端着。好，一块哈。哎呦，蛮重的。咱搞一点这个辣椒哈，这是大娘用那个蒜臼子啊捣出来的这个辣椒。哎呦，这个辣椒挺有食欲，来上一勺。吃这个热豆腐啊，这个辣椒是少不了的。哇，豆腐。这个辣椒，嗯，小酒，啊，看一下我身后的环境啊，在一个四面瓦搭了一个棚子哈，我要了一份这个豆腐哈，崔家峪的豆腐啊，非常非常的出名哈。下面呢，咱就来尝一下它的这个豆腐，来杯小酒，敬你们，再整口豆腐。蘸点辣椒，吃豆腐必须要蘸点辣椒哈。这个辣椒，说实话哈，这是独门秘制的辣椒，自己家里你还有超市里你买不到这种辣椒，这种辣椒在超市里买不到哈。买不到。买不到哈，嗯，蘸一下辣椒啊，它有食欲。自己炒的。啊。哇。口感可以。来口豆腐，来口小酒，生活美滋滋。哎，就是好吃，就是好吃啊！我们来这个崔家峪这边哈，吃这个豆腐啊，不仅仅吃的是一种豆腐，其实就是体验一下他们这边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文化，一种饮食文化，一种美食文化哈。